我没带。没带？没带你还转什么转啊？我是做、啊、你叫什么叫、啊啊、小娘们儿敢推我，也不看看老子是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？你再厉害给我看啊！你再推我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救你的孩子？我告诉你，这儿老子说了算，老子今天就踩死你了。无非倒是多抓了一个逃犯。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，我求求你，好痛，求求我救、啊、救，让你再嘴硬、啊啊啊、不行、啊、救命，别走、啊、你别走，别走，救命救命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求求你救救我！别走！左震，我想问你，你做了那么多事，争权夺利，你不会不安不会累吗？锦绣，我这一生做过许多，在你看来是错的，是无法理解的事，这我承认，但这些事我都有非做不可的理由。我不后悔我做过的一切，是我自作主张把你拉进我的世界，强迫你留下。如果这也算错的话，我绝不后悔。你不知道，以前在宁园的时候，我每天都要担心你，担心你又陷入纷争，担心你又受伤，我担心你白天出去，晚上就回不来了。现在虽然日子过得很苦，但是我很快乐。二爷，您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，兄弟们都派出去了，您放心吧，还是先好好休息休息。人找到没有？还没有。姑娘，你醒了，我的孩子呢？姑娘，你伤得太重，身体又太虚弱，你的孩子，哎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你还年轻呢，孩子以后会有的。姑娘，你要冷静。姑娘，姑娘，宝宝乖啊，宝宝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宝宝，啊、你这疯子，走开，别碰我宝宝，干什么？宝宝来妈妈这里。宝宝，走开，宝宝，是我的孩子，走开，我的孩子，还给我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，我的孩子。孩子还给我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，这是哪里？你还年轻。
去吧，听话。这是报应，我应该亲手杀了左真，这是报应。这是报应。二爷，说，有人昨天看到一个像孕妇一样的女子被打得浑身是血，从相貌和装扮上看，很像是锦绣姑娘。人呢？还没找到。找，继续找，一寸一寸的找，哪怕把整个上海都给我翻过来，也要给我把锦绣找出来。你看怎么样？嗯，还行吧。你看他这样子，是不是有点傻了？放心吧，只是一时的伤心，很快就会好的。那好吧，赶快送来吧。哎哎，一定一定啊。听说你跟左真在一起了，你是不是看到凶手了？我现在很幸福。杀你爹娘的，真的就是左真。我现在很幸福。杀你爹娘的，真的就是左真。我现在很幸福。就是左真。杀你爹娘的，我现在很幸福。就是左真。孩子，你走了也好，这个世间太污秽了，你一定是觉得不满意才撇下娘转身走了。是娘的错，是娘没有用，没办法给你一个幸福的家。爹娘，女儿终究还是让你们蒙羞了。我恨她，可是我更恨自己不争气。明知道她是这样的人，他的手上沾了多少人的血，我还依然傻傻的爱着。现在你们不在了，孩子走了，仇我也无力再报，我还有什么理由活在这世上？姑娘，我们就隔着门说说话就好。爹娘，黄泉路上有你们作伴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发生了什么？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感情没了可以再找，这人死了真的什么都没了。我害死了我爹娘，我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我不想活了。不，姑娘，这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，只要你有心有信念，一切都还是有希望的。你就这样死了，让爱你的人怎么办呢？嘿，少爷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嗯，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去再说。姑娘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有。哎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有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没有。帮你呼呼，不疼了啊！你是男孩子，不可以哭，知道吗？这个送给你，谢谢你，我以后再也不哭了。我真想看我们的孩子长什么样子，我希望他长得像你，要和你一样的眉毛，和你一样的鼻子，和你一样的嘴巴，我就是希望他是一个小小的你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看一下看一下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少爷，我带你来青楼，可没叫你来赎人呢。啊，就是找女人，也不能找一个青楼女子吧。黄渤，她是个好姑娘。哎呦，哎，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啊，对不起。我们没有见过这位姑娘。哎，请问你们要找的这个人是谁啊？她呀，可是我们黄浦商会左会长的女人，不慎走失，左二爷正在全城找她。哎，二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这种事情交给我们去办就好了。继续问吧。你有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这就是黄埔商会的左二爷，看上去也不像个商会会长了。郑姑娘，郑姑娘，你认识黄埔商会的会长左镇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他？啊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我们这几天出去谈生意，看到很多商会的人拿着你的画像四处寻找，他们说你是左二爷的家眷。你想回去，我们随时可以送你回去。我不要回去。荣姑娘，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，但通过这几日的相处，我相信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。不管因为什么，只要你想回去，我就送你回去。如果你不想回去，我就多付几日房钱，你安心住下就行。只可惜过几日我也要走了，荣姑娘，真抱歉，恐怕不能继续再照顾你了。谢谢。
二爷，我们找到目击证人了。那天晚上，锦绣姑娘被人救走了。人呢？还没找到。二爷，这些日子我们把上海滩翻了个遍，如果锦绣姑娘得救了，她应该自己回宁远才是。即使她回不来，也应该派人送个信。可是到现在都一直杳无音信，我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。给我在车站码头各处设下关卡，查所有出城的女人，只要锦绣还在上海，早晚都能找到他。是。荣姑娘，荣姑娘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出来，看我是否能帮上忙。如果方便的话，你们能不能带我一起走？哎，那怎么能行啊？你一个姑娘家的，跟着我们爷们四处奔跑，这多不方便呐！再说现在上海滩到处都有人在找你。哎，王伯，这要是连累了我们家少爷，我可是不依的，我绝不答应。让我想一想。少爷，你不会真的想把这女人带走吧？这绝对是个大麻烦呐、啊！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既然救了，就得救到底。你没看这位姑娘几乎没有求生之意吗？把她带走，兴许她还能活下去。既然救了她，我就希望他能活下去。二爷，有状况。既然要走，就该放下了。有些事情，如果一直去想，只会痛苦。倒不如索性忘得一干二净。你说呢？哟，少爷，啊，哎，王伯，哎，你们呀可回来了，这次怎么在路上耽误这么久啊？这位姑娘是？在路上要不是照顾这姑娘，早该回来了。这路程啊，硬生生给加了一倍啊。走水路嘛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没事。阿路啊，你去帮荣姑娘收拾一下客房，然后来我这边拿方子。去药铺给他抓点补身体的药，熬好给他送过去。是，知道了，少爷。荣姑娘，这一路上舟车劳顿的，我看你脸色也不太好，不如先去前厅休息一下。谢谢你。请。荣姑娘，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够了，谢谢你，我一切都很好。啊，你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告诉我，没关系的。少爷啊。啊？少爷。怎么了？
这么多的良家姑娘，大家闺秀排着队让你挑，你都不要啊？这荣姑娘莫名其妙在妓院里自杀，跟什么商会还有瓜葛，你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姑娘呀？王伯，不要胡说，不要玷污了人家好姑娘的名声。荣姑娘她很好。哎呀，这姑娘年纪轻轻的，还没有嫁人呢啊，就怀上孩子了，还不知道父亲是谁，万一跟什么恶人有瓜葛，这可是后患无穷啊。少爷，你一向是很有分寸的，怎么这一回就奔着下路去了呢？你这样我怎么向老爷和夫人的在天之灵交代呀？王伯，你就情之所钟，不能所以。少爷，荣姑娘，荣姑娘，你是客人，怎么能叫客人做事呢？没关系的，我自己都想找点事情来做。哎，荣姑娘这话说对了，是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打算。不知姑娘在外面看上了什么工作，我一定帮你推荐。若是姑娘看上哪户好人家，哎，这个镇上我熟悉啊。谢谢你，不用麻烦了，我要去休息一下。锦绣啊，你说这砒霜是药是毒？砒霜毒性极强，当然是毒。我看倒不一定，砒霜虽然剧毒无比，但如果用法得当，是治疗寒痰、哮喘和痢疾的奇效药。王大哥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因为有时候爱情就像砒霜，有时候剧毒无比，也可以是良药苦口。爱一个人很容易，但当你把它放在心底，再想忘记，就像从心头上割了一块，所以忘记很难。忘记一个人可能需要几个月、一年甚至一生，因为回忆就像是一潭水，你越搅动它越动荡的厉害，你越想刻意的忘记它，便越让你记忆深刻。就像这毒药一旦食下，剧毒食心，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苦口良药，不要去恨，也不要刻意去忘，或许这份爱、这份回忆并不会成为你的负担，它会慢慢消失，也许会变成养分，滋养你以后的生活。锦绣，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，有点乱呢？但是锦绣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应该有你新的生活。如果你愿意，以后的路我想……王大哥，你帮了我很多，当日若不是你，说不定我现在已经死了。我心里很感激你，真的很感激你。可是有些事情，是毒药也好，良药也罢，你就是没有办法忘记。你说的对，爱情就像毒药，喝下去会死，可你还是会喝，不是吗？对不起，锦绣，我只想对你好。我明白。啊，也罢，只要你好，
我甘愿做你的大哥，只做你大哥。谢谢你。哟，芷柔姑娘，哎，没法子，我岁数大了，老眼昏花了，没有看到你啊。你啊，可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啊，做人呐，要耳清目明，知道个好歹。哟，鞋弄脏了，脏了的鞋赶快把它扔掉，别糊涂啊。脏的鞋你继续穿的，那不只是脏脚了，而且还会弄臭你的一身呢。自己难受就别说喽，别让身边的人难受啊。哼。锦绣，王大哥，王伯，我很感谢你们照顾了我这么久，但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锦绣，就算做不成夫妻，你也不用不辞而别吧。要是你在外面遇到点危险该怎么办？锦绣，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还是让他走吧。希望荣姑娘能平安的找到她的幸福。在这里见到，真的是我们有缘分。我就住在前面的嘉南镇，你要是没有地方去的话，跟我一起吧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养他。你这么可爱，他怎么这么忍心就不要你了呢？我知道他以前总想让我抱着你，费尽心思的让我亲近你，就是想让我习惯，让我解开从小怕狗的心结。锦绣的心思我都知道，他不想我以后看到狗再想起那些伤心的过往。现在我已经不怕你了，可他却走了。如今我看到你，想到的都是他。他怎么就忍心把我们两个丢下不回来了呢？
红糖粥，红糖粥，一毛钱一碗。两碗红糖粥。好的。我认得你啊，你以前天天呢都到我这儿来买红糖粥啊给老婆，你真是一个好男人呐。你老婆生了吗？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锦绣，原来你说的没错，虽然那段时间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，但却有苦中作乐的幸福。那段日子我们互相依偎，共同度过那些最平静也是最开心的时光。可是锦绣，你究竟带着我们的孩子去了哪里的呢？二爷，这个房子按照你的要求保持着原样，一点都没变，所有的住户也都搬出去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嗯。英东，吃饭了。哎，什么呀？哎，我也不知道我做的饭你吃不吃得习惯，如果吃不习惯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哎，我大餐吃多了就这种菜色，差远了。那好啊，你不要吃了，你去吃大餐。哎，不是、哎、我吃还不行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向少爷，那饭是半生不熟的，我不是大厨师来着。大厨做的菜我随随便便就能吃到，可是你锦绣做的是花钱也买不到的，所以我非吃不可，而且你也得给我吃呢。哎呦，吃着饭呢。啊，大姐。锦绣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做饭的酱油啊又用光了，可不可以为你借一点啊？行啊，你等我一下。哎呦，阿东啊，吃着呢。大姐，锦绣的手越来越棒了，你呀、啊、真是好福气，找到锦绣这个好老婆，又漂亮又能干。锦绣啊，那谢谢啊，那有什么需要尽管到隔壁来拿。嗯，再见啊，阿东。慢走。锦绣，你的先生长得真好看。吃饭了。我和你认识也是设计好的，他为你做的从不当你面说，更别说告诉你。杀你爹娘的就是祖振，我知道我不该向你隐瞒，我知道祖家的事情，可我是为了你好，我不想你多心。杀你爹娘的他为你做的就是也是设计，就是祖振，也是设计，就是祖振，也是设计，就是祖振。宁少，因为你是在这个大上海里第一个给我温暖的人。去去去去去。
你们这样对待一个美丽漂亮的姑娘，是不是不太绅士呀？其实有时候我们离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或许很近，近在咫尺，或许你一伸手就能摸到，又或许你缺乏了伸出手的勇气。如果你能接受他，就代表可以接受我。我们都有过去，不是所有事情都能随心所欲的，我们可以珍惜的就是当下。要让你站在上海滩的最高点，成为全上海滩最幸福的女人。现在我已经有能力做到了，而你在哪儿呢？锦绣，能这样看着你真的很好。这段时间就像彼此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，忘记过去的一切，重新生活。这样的日子平静却开心。如果就这样一直生活到老，或许对你和我来说都是最幸福的事情。你回来啦，你饿不饿？我煮面给你吃。先等一下锦绣，有话跟你说。我没有想到竟然会和你过这样的日子，但是我真的很开心。我想你可以一直继续陪我过下去。嫁给我吧。青灵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见二爷。二爷恐怕不会见你。我一定要见他。他现在谁都不想见，更别说是你了。唐海，你难道真的愿意看着二爷就这样下去吗？那个女人突然一走了之，留下二爷一个人在这里受苦。我听说二爷这两个月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越来越消沉，每天只对一条狗说话。除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之外，宁远的门都不愿意出，对你们这帮兄弟也不像以前那样了，有什么事情他都憋在自己的心里。你真的希望这样吗？带我去见二爷吧，我想帮助他。现在只要有人可以让二爷忘掉那个女人，无论是谁都值得一试，对吗？如果这回二爷还是不愿意接受我的话，那我就离开上海，再也不回来。
不是锦绣。金陵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为什么我不可以？我爱你，我一直都那么爱你。他都已经走了一年了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不求名分，不求回报，甚至都不求你会爱我。你为什么连一次让我留在你身边的机会都不给我？滚！周景生他已经走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说不定他都跟别的男人好上了，说不定他已经死了。你要为他守一辈子吗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冯锦绣没有死，生他是我的人，死我与他守一辈子。我今生今世只爱冯锦绣一个女人。二爷又去找锦绣啦。是啊，这二爷跟着了魔似的，天天找，天天找。你说这要是锦绣姑娘没事的话，她早就回来了。呸呸呸，不许你胡说，锦绣姐姐怎么可能会有事呢？我昨天做梦还梦到锦绣姐姐牵了一个好漂亮的大男孩，长得可像二爷了。再说了，二爷说了，生锦绣是他的人，死二爷也会为他守一辈子。这个手镯先放你这儿，全当是你替我保管，等我什么时候想要了，你再把它还给我。亲手杀了左真，为你们报仇。二爷，有人闯进来。一男一女，男的受伤，跑不远，我这就去查。对，走。那个女人的声音怎么那么熟悉？她刚刚开枪也是犹豫不决，故意打在了地上。锦绣，难道是你？
什么也没有。走。是。佐治发现你没有？应该没有。锦绣，以后还是我替你行动吧。如果佐镇再发现是你，他不会那么轻易放你走的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锦绣，你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能面对这一切。一看到佐镇，他会让你想起以前的痛，这种痛就像是刀子在绞着自己的心，这种感受我有过。所以你下不了手，让我来。我做得到，我答应你，等事情查清楚之后，我会亲手杀了他。这木马是我亲手做给我们孩子的。你去了哪里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回来就好，你回来就好。荣锦绣，你在干什么？他的怀抱就是毒药，就是陷阱，你不要妄想了。事情已经发生，什么都回不去了。这是要干什么？你做过什么事情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做过什么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锦绣。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你知道我有多少话想要跟你说吗？我现在不怕狗了。我每次见到小马哥都在家。如果你要是知道了该有多开心呢。我每天都会去码头，去出租屋，去回忆我们第一次的相遇，去回味我们每天相依相守的日子。你离开的这段时间，我的心就像是悬在刀刃上，悬在刀刃上的那种痛。只有靠对你的回忆，我才能强撑着活下去。我有多想你吗？我想你的样子，想你的声音。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锦绣，我是绝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放开！放开我！这是你最爱吃的婆婆饼。
你不让我走，我饿死也不吃。姐姐，你不要逼我。你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么辛苦吗？自从你失踪之后，我每天都在找你。一开始，我几乎搜遍了上海每个角落，我甚至于封锁了上海滩，搜查着每一个离开上海的女人。可是我都没有找到你。两年了，我每天都派人在全国各地搜寻着，每听到一个跟你名字相似，或者描述样貌跟你相似的人，我都会一个个亲自找过去。我每次都期望着，希望找到的那个人是你。可是每一次，结果都让我失望。我一度绝望了，我以为我再也找不到你了。可是我没有放弃。我相信上天不会那么残忍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找到你。我等了你那么久，这一天真的来了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怎么可能会放你走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让你再离开我。你打算永远锁着我吗？我是一个人，我不是东西，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有了丈夫和自己的家，这些跟你没关系。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，下半辈子你都会跟我在一起。别碰我。做了什么让你这么气我，这么恨我？我知道你是故意说这些话，故意来伤害我，可是你每说一次，你每伤到我一次，我知道你的心就会痛一次。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可以补偿你。好啊，补偿我。你现在死在我面前，就可以补偿我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动手吧。你以为我不敢了？我愿意为你放弃我所有。
拥有的整个上海滩。只要你愿意忘掉一切的事情跟我走，这些话当初在小码头你为什么不说？当年说跟现在说都是一样的。太晚了，有些事情一旦发生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回头。我说过，你已经不是你了，我也不是当初的荣锦绣。我不管怎么改变，我只要你现在告诉我，你还爱我吗？我爱过，但这份爱太可怕了。你曾经告诉我，再美再好的东西不是你的就不能要，要了就会付出代价。我付出代价了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我对你的爱也就尽了。